八九年以前的事，他们要去大陆带大陆当领队，带大陆人到欧洲去，你觉得这个好不好赚？好赚吧，一团四十个人，二十四天、十七天，你听到天数跟人数，哇，钱就进来了。而且他们出去玩，那个感觉就好像台湾三四十年以前你们那个时候的人去欧洲一样，吼、哦，那个钱真的好赚。那我就说我怕死在大陆，因为我身体不好，我怕就是。